我介绍。我名叫骆君宇，今年三年级。在这里学习了多久？理想学习了一个月半。孩子还没来之前，学习情况如何？过去还没来之前呢，他是不喜欢看书的孩子来的，他是喜欢玩游戏机或者上网看书哟。除了做学校的功课，他就是没有自动复习的孩子。是什么原因会选择过来这里尝试呢？给他多学习，不要浪费他的时间。来了之后帮助到孩子什么呢？就是理想游戏中心有很多的练习，很多的资料可以让我的孩子学习哟。每一天做上每一个科目都有每一个科目都有很多练习来让他复习，他会跟着补习的科目和练习题做准备上课。孩子有了什么改变呢？他的态度比较积极学习，会抽时间复习他的功课。想对还没来的学生说什么呢？还没有来的学生就是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机会来试一试理想游戏中心哦，试一试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理想教育游戏中心，看自己适合不适合。